早安，老婆。今天是我的命中注定局，巧克力局。小心翼翼。松软的蛋糕配裹着厚厚的巧克力奶酪，外皮还有很多花生粒。这人只顾着吃，忘记介绍，这是梦龙卷。差不多吧。吃成了小花猫。梦龙奶酪球，蓝莓味滴，酸酸甜甜，心头大爱。脆墩墩 Plus 版。加的草莓奶酪，两层厚厚的巧克力，白色的应该是燕麦。溢出来了，哈哈。